好，后面再聊。跑去哪里？往上飘。啊，这个动作听到、嗯，往上飘的话，你只要注意要是按力，按力就一水破按力。嗯。所以打扣的话，你从这样上跳，把这扣的跳弹上来，就是面，烫烫。这样听懂吗？一弹就是到那里去了。啊，你看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感觉？哦，这样听懂我在讲什么了？我那天讲过甩力量的样子，你只要这个，你就发现很奇怪，跑上去。我这个头根本不动，这日本有人上当也是欺负我，亏他敢，咻，阿斗就趴了过去。为什么？事实上，右手不用出力，左手只要垂直哦，不是往前哦，记得哦，垂直就飞出去了、啊。我刚刚弹就是垂直，垂直就可以跑到哪里？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垂直啊！阿讲我垂直后把这个。我在桃园有实验过，把一支箭用绳子绑紧，跟我们手臂一样长。啊，我在这里拿个桌子，也是拿个椅子在头顶，把箭放在这里啊，他手脚坐在底下就可以了。那个炮了以后，啪，刚好打到你。那个长度刚好是一刀一尺的距离，你一打，啪就打到头，打完头他会噔噔噔噔噔弹的，啊，这样一弹还是手顶就弹。那我现在要的是这种力量，啊，这个只要弄得好，熟理一样哦。我们摆正好，尤其是摆正拿上来是我讲过，那天不是一丢上去吗？你们只要拿剑用丢上去，用丢的感觉，我要把它丢上去，这个剑根本很轻，没有重量。拿到这里，你把轻轻拿到这里看，它自然会掉下去。所以你是不是拿上丢上去，这样一捞上来，一定讲，你看到这它是不是会掉下来？这样很轻啊。让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啊！你在这里，我把它砍到这里，现在怎么样？一拉回来嘛。所以这时候一砍，就很有力量，这个声音会咻咻咻。好，正常的食物你是拿起来，反而慢一点，打下去，咻，哎呦，咻咻咻，那个动作才是对，不是平素，不是拿起来这样一下的。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幅度，讲的幅度哈。一般我讲是从这里拿到这里，刚才他讲过，对不对？再拿到上面去，这扣子比较不容易被打。啊，但是我们不是每次打箭都是拿这么高嘛。但是拿到这个地方，再拿到这里也是对。啊，不是拿到这里一定对哦。你看我拿到这里，再拿到这里，间接还是在这里拿嘛。是拿到这个鼻子的前面再往后去，我也是拿这么高啊，这个也是错了啊，这样懂吗？啊，拿到这里去，拿到这里也是在这里，这里是对的，是在前面的位置。这样听懂没有？啊，还有拿这个的好处，拿这个的好处，因为我们是利用这个手法的力量往下一箭打来。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，拿一个箭，拿一个扣子拿来给我，扣子，扣子，借我一个扣子，给拿一个扣子。拿插进去，插进去，我们增加它重量啊、哦！你这样拿着啊、哦，这个你就感觉，手腕这个地方杠杆没力就要用出来啊！哪条啊？啊，拿上去 哦，你拿到上去啊、哦！现在往后很重哦，你拿到这里看，这个是重量，你等下现在可以试试看，拿一个扣子，哦，见到本来就怎么样啊？杨英志，你拿着，拿动作拿好啊，往上拨出去，哦，才有力量，你还没有力量，对，啊，抬头挺高，那个，不要放掉了哈、哦，拿上去是那个扣子一样嘛，放，对，啊、哦，要有这个力量，好不好？这个量就拨箭的力量，是用这样拨的，捞上去，大力拨，好，拨好。哦啊、让你向后转，手腕对就对，只要手腕不对的话，用这样拉也会改正的，会拉的对。好，往前甩，我发现没有甩力量。好，有力量，看，好、啊，这个就对。那你们回去体会看看这个地方，我拉的，好、哦，这里大力来到这个箭会弯掉。哦，这样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哦。
这样一来的话，这个建哥很好播了。那个彭丽翔，你来表演一个播音给大家看。那个陈杰。